之光和日与我无关。你把迎接重重一摔，没有想过无语看罢往后长夜漫漫，没有察觉爱和希望与我多难堪。秋桃，暗暗回荡，多望守。
今天是我们新专辑的巡演的最终场，然后开心可以看到台下的所有人。最后是这个团呢，也成团了7年多了。那我们沿途也走遍大大小小的舞台，然后也看过很多很美的风景。
希望今天我们可以用音乐把我们心中最美的山河海唱给大家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想的歌就算无人饮水饮甘向咱未来，有时阮甘一条青青面的歌，有黄土甲银线甲咱人生的命，要落花花甲心山无人通相伴，一暝无月亮相伴，几落冬无返去故乡无花。灯火里你是我，为你唱的歌，就算无人饮水饮甘，向咱未来看望。想念，我将不凭空想念，以后
许那天只记得你美好瞬间。Thank you.
窗门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七月的时候，我跟我父亲的连接会特别强。对，哎，看到了，那个没有，他跑过去黑屏了，你现在黑屏了。小镇，哎，又掉下来了。好，那没关系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刚刚已经有把这首歌唱给我爸。他说我爱你，我们也爱你，谢谢。我爸也爱你。对，我相信他们今天一定来，因为我们开始玩团之后，其实就没有爸爸，所以他们也没有看过我们都掉了。所以很谢谢你们今天陪我们一起，然后我爸看到。不要害怕，讲个玩笑话。哇，然后终于又来到了 Legacy。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18年，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。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那时候我们来表演的时候，都是在你几公斤啊？那时候我们来表演，2018年11月17号，那时候好像130几公斤，138，没有那么夸张啊，137。137哦，7年前的他是137。我们后来2019年的时候也有再来过雷斯，是大胆的单身。不好意思，有没有人有来看过大胆单身的时候的我们？有哎、欸，有，你们都很棒。那没看的嘞，没看的，我等一下也会说你们很棒的。想要陷害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你好糟糕啊！对，那再问一个问题了。2019年的时候，大胆单身是8月。我们后来年末又有来一场12月的，有两次机会。请问你几公斤？我那时候变瘦了，变瘦多少？126。我要130。拍手拍手。OK 啊，一年算7公斤吧。所以如果是从133开始算，七年前一年7公斤的话，像现在应该要减49公斤。所以就是说，你今天应该要83公斤的。那我们没关系。而且我跟大家讲，巡回的时候跟排练的时候会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可能练完一 round， 他就会突然说不好意思，我要去洗手间，然后20分钟的人不见，他一天会跑厕所跑40次，吃的东西吃太多了，所以他一天会跑40次。所以等一下如果他突然离开舞台，很有可能等一下我就大家就帮我们大合唱，对，大家也要帮忙。好，那既然我们又回到这个舞台上，给大家一个福利好了啦，我们就猜，刚刚有讲了，就是。今年瘦7公斤，今年是2023年，他是从133公斤开始往下降。请问现在的刘志正几公斤？来猜对送专辑一张。哎、欸，猜对送专辑。等一下，我跟大家讲，我有提示，要我满意的答案，大家懂了吗？懂了吧？不满意是这样，3000功课、哦。大家懂了哦。好啦，那就321啊，你自己看啦。校长先撞我，自己撞。就是大家的那个方向是以小镇会开心的那个数字为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好来啊！绝对不是三位数字哦。好，那我讲321，你自己看。我看吗？你看啊。好，你要都、okay. 你都讲你要开心的，那我要站在这上面看。好，你站上面。好，哎、欸，后面也举手哦。好，我准备哦。321。那个中间快。手上有绑一个发带的女生。手上发带。就是你了，请问我几公斤？83，答对了，耶！好，然后结束的时候到那个周边去给我，对，那我送你专辑，希望你可以买一些这个东西。毕竟来的终点是，下一首歌是写给我去英国念书的朋友，他出发之前他遇到了渣男。
豁达的人，他现在在英国过得很开心。相信2023年的小镇也一定比2018年的小镇开心。这首歌叫《怎么遗憾》，今天送给他。倾倒我的坚强，你多么难得，狠心一刻就让白花盛开独特，求你一刻，怎么舍人？我的一生情中。光火阑珊，你从何生就不记得遗憾。终究爱我没有谁施舍的良缘名分，用尽所有关拆，给不起让你驻足的时刻。遗憾却终究爱我，相信一切美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笑出来。今天本来我现在应该在煮面，现在在唱歌。他现在本来应该在夹菜，在台下给我唱歌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唱一首他应该会唱的。我脚步将难以太广播，想暂停你却听过那首无憾浓墨几个，可我还能紧紧和你牵手。会唱吗？后悔没敢说这段电话，无法拨通我梦梦淹没的我，选自己沉默，讯号无法出伏，眼泪只能停留，明明已足够却不想走。后悔幻想过此生与你相濡以沫，只渐渐追求，我不再想起那首一直沉默的歌，此生你的耳朵当作没有几个曾经爱过。
我觉得会很适合。如果你有一些话还没有说，然后你觉得你会后悔这句话没有说给你觉得重要的人听的话，跟他一起听这首歌，我觉得你的话会迎刃而解，他也会愿意接受你所传递的信号。然后因为今天是周五嘛，所以很多人其实中南部的朋友或者是海外的朋友，他们没有办法回得来看我们今天的表演，我的信号有一点点卡关的没有传递给他。可是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把，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把这首歌录给你觉得很重要。说安口，说我们最后一首歌没唱。我们唱完，对，剧本是说我们唱完，你要讨论一下好不好？又叫又哭，我们就再上来。我们唱完最后一首，当那个感人的情绪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空掉，你回到那个感人的情绪，就是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朋友，他刚好很临时的没办法到，而他觉得他是你很重要的一个。朋友很重要的家人，很重要的亲人，很重要的爱人的话，接下来这首歌可以打语音电话给他。这首歌叫做《铭记不忘》。我相信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都会有很多很疲劳的事情。但是你要相信，就跟这首歌说的一样，几百年之后，几万光年之外，一定有人会像我们一样，陪着你的这些小情节。远方依然心上。
谢谢。要对吗？这个还真的安口呢，真的很开心啊！今天来台北，真的很开心的，各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有一些话想要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今天常跟翔玉聊天啊，就以前不常聊天，对，所以我们要讨论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聊天的时候就是单身之类的东西。对，就是音乐呢可以带我们到很多地方，但音乐带我们到很多地方的同时，我们也失去很多时间陪家人陪朋友。那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就是跟父母算是分开的，那算是奶奶一手带我长大的。我相信这边应该也是有很多人是被奶奶带大的。就是我不知道我其实算不算是一个孝顺的孙子，孝顺的孩子，等等，就是因为其实到今天早上我们还吵架，或者是昨天我们还在厨房，因为我们都在店里工作，所以一定会有摩擦，很常会有发生争执。但前阵子在巡演的时候，我在电梯口收到奶奶的讯息，然后奶奶就问我说有没有想我啊，因为我就是我们这种硬汉怎么敢随便说想，不敢随便说爱，就是很难说出口嘛。但今天大家都在这边，我很多家人都来，我妈、我姑姑、我的哥哥、弟弟、妹妹，家人都来，还有我台下的大家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爱你们。然后想要跟大家说我爱你，然后跟我奶奶说我爱你。然后我们今天我要唱歌给我奶奶听，因为有椅子哦。奶奶，欢迎我奶奶上台，掌声。我全部家人啊，我妈、我爸、我叔叔、我姑姑全部，然后台下的大家围观。他去买新衣服。Here you go.
请温岚上来跟我们一起大合照好不好？骂他，可是看到你们那么多人，我不敢骂。大概做完四项，中间请。奶奶中间啊，我觉得那个椅子借我奶奶坐一下。好，因为她毕竟要啦，因为我们要蹲啊，你那个来，好。那个不会，没有。对，好嘞。好。等一下。哇，你的朋友太多，真的痛苦哎。而且我最好哥很常半夜打给我，因为呢，礼拜一到礼拜天半夜都会接到很多电话。Hello。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舞台，其实我都会很开心。所以我现在拿了一张大钞，我一笔感谢。OK， 好，我要开始念了。不然来个三音，好，谢谢。
感谢一些今天来我公告的人，就是关奥商的这个公司，我们真的没办法，我所有兄弟姐妹感谢你们这一年半的陪伴，饮水人这首歌就是给所有兄弟姐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就是这个单位给了一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钱我一定要筹钱给你们，谢谢动物主办的一个礼，谢谢因为我们疫情太忙的时候，现在人不在现场，谢谢林导演啊，谢谢外头杨振杰，别的台的光头，跟他们大头，谢谢舞台前的雨落，谢谢飞宇学妹，谢谢协力欧人，谢谢新泽，还有那个周荣杰、雅俊啊，谢谢小军音响，谢谢恢复花艺的我兄弟赞助的这两盆花，还有捧花，真的漂亮，祝你幸福，谢谢周边他们所有的你此生的自由，看到不喷一声，每次都被我好，我爱你们，谢谢，谢谢票务协助，谢谢音乐务，谢谢欧人，谢谢公关插入我们高山阿嘎，谢谢平面摄影周敏，谢谢社群平台的素材摄影，谢谢吴优，谢谢中华造型 Helen， 谢谢 Guest， 为了你们，希望以后幸福美满，今天很棒，来，我会请刘哥出门，不要乱吃一通，不会这样子，好，谢谢。最后，谢谢所有来现场的所有朋友，谢谢我所有兄弟姐妹、家人，谢谢雨辰、汉远加油，起点曾是风雨同路，终点将是明媚风光，谢谢。12月31号之前，请大家写个愿望。你还记得你当年从2016年开始一路写到2020年的愿望？第一个愿望是写要上大舞台，大舞台，对，好，很有志向的年轻人。对，那2017年的时候的愿望？我要上更大的舞台。那就是前一年没达成吧？那2018年的时候？我要上超大的舞台。所以我们2019年之后就再也不执行这个任务，因为有人总是迟交，迟交还每次都跟我交一样。对对对，我不知道，你觉得今天舞台算不算大？我觉得今天舞台还蛮大的，因为我只看到很多人。我说是舞台变大了，还是我变小了？有可能是你的变小了。以前你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台上比较挤，没错。毕竟你也是算是有打了75折的一个人。那个人什么友善时光75折？对对对，大概现在就是这样子的状态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舞台大不大，或者是有没有公主名，就它不是我觉得生意最重要的事情。其实就像我说到《生命的终点是孩子》一张专辑，有很多首歌都是写我身边的真人真事、亲朋好友的故事，都成为大家的好朋友，无论或远或近。无论是当面讲话、讲电话，或者是你会传讯息给我，我都觉得非常感谢，有你们才会有到今天。愿你懂得这首歌讲了6个字，是我觉得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很重要，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慢慢往前，一起往那个更好的人生走去的几个小小的感想。副歌是唱愿你懂得知人仁慈善任，知人就是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目标，了解自己的样子，不要被别人的起点跟终点影响。仁慈是你在对别人跟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散发出来的爱。善任是知道哪些事情该属于你，哪些事情不该属于你，知道你不用奔波半生的生活。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做到，我还是很容易焦躁的那种人。但我每次很焦躁或是难过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，其实很多人爱我，我谢谢你们。下一首歌愿你懂得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先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你们，你超棒的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对我们来说是一首很重要的歌，这首歌让很多人发现我们。因为这首歌，我们开始有一些我们亲友以外的听众，就是今天这个听众我没有看过，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，然后到今天。小小时因为有你们我觉得很幸福。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如果我们都是繁星》。If we were smoking stars, we would need to burn when we spoke. If we were smoking stars,Someone with hold us when they come
再次感谢大家，再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你们。我们是林晨老师，如果你朋友还没有在听的话，欢迎推荐给他们，谢谢。